文艺美女 Cutie， 大家好，我是 Cutie， 今年1岁，是最忠心耿耿的柴犬哦。今天我跟阿法来到这里，是最新潮的美发院哦，不但可以让狗狗们美容，也可以让狗狗的妈咪们有个漂亮的新发型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好，那我要认真帮妈妈选个新发型啦。我也来看看妈咪适合打扮成什么样子。阿姨，要帮我妈妈弄漂亮一点哦。对对对，这边要吹整齐才好看，那边要高一点哦。好漂亮哦！我选的新造型不错吧？阿法妈妈的新造型果然很好看。接下来就是阿法大变身咯。好紧张哦，不晓得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妈妈，你不要光顾着喝茶，帮我看看有没有哪边要修剪一下啦。趁阿法在梳毛的时候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柴犬吧。我们是来自日本的狗狗哦，勇敢迷人就是我们的代名词。可是动作很灵活，个性又稳定。我姐姐在剪头发的时候，我可以乖乖地坐在她腿上很久都不会动哦。我们柴犬的脸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？小小的耳朵就是我们的招牌，还有还有，我们忧郁的气质也很吸引人哦。哎，阿法好像快变身完成了，我们快点回去看看。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啊？真是太感谢 Cutie， 要我跟妈妈都成功变身啦！下次我一定还要再来玩。狗狗外外，美容完散步好舒服。朋友在打棒球哎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的狗狗不喜欢去美容理发是什么原因吗？因为那些狗狗不喜欢让人摸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为了让狗狗喜欢美容理发，小朋友们可以在家帮狗狗按摩，这样狗狗就不会害怕上美容院了。的时候记得要轻轻的哦，从狗狗的头、耳朵到嘴巴的边边轻轻的按，看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啊？还有狗
狗的肚子跟尾巴都要轻轻的按哦。对了对了，还有一个小地方可不能忘记，就是狗狗的脚脚跟肉垫。学会了吗？有空要记得多帮家里的狗狗按摩哦。狗狗星座，各位小朋友好，你喜欢什么星座的狗狗呢？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星座狗狗是金牛座，就是4月21号到5月20号诞生的狗狗们。都是金牛座的哦。好舒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牛座的艾莉。我们金牛座的狗狗就跟牛波波一样，可靠又忠厚老实啦。面临各种状况我都不怕，连很多狗狗不喜欢去的美容院我可是一点都不害怕呢。我们金牛座的狗狗啊，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吃啦。给你一只手，一只，两只，对，好棒哦。所以要常常陪我们玩，让我们多运动，才不会变得胖嘟嘟的啦。姐姐，姐姐，陪我玩啦！趴下，趴下。对，啊，好，站好，趴下，趴下。对，看我表演，匍匐前进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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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姐姐，人家表演的这么卖力，给我点心吃啦！只要有小饼干，什么都难不倒我的啦。狗狗吃了没？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狗狗美食家跑桃。今天我要介绍台北东区的一家狗狗专属烘焙屋给大家认识。这里的每一种饼干都是为狗狗量身定制的哦，每一种都很美味，害我每次都不知道该吃什么。今天美丽的店长莎莉阿姨听到阿法要来，特别准备了精致的小蛋糕，让阿法一饱口福。我们一起来看怎么做吧。将适量的麦粉加上麦片，加上一匙蛋糕发粉及苏打粉，搅拌均匀，然后让麦粉发酵呼吸一下，才会很可口哦。趁麦粉呼吸的时候，把鸡蛋搅拌成蛋汁，再加入优格、无盐 cheese、 苹果泥，然后与麦粉在一起搅拌，再倒到适当大小的容器，放入烤箱约30分钟。美味的狗狗专属蛋糕就诞生了，好香好香！虽然我的生日还没到，但是美味的蛋糕我不会错过的啦，好吃好吃！
快吃光，才不会被淘淘抢走了。